Hello， 大家好，是 YouTube 博。今天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所以我们又要去测试相机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一台，来自于 Sony 的 WX800。那么它是属于一台所谓的旅游机，也就是说，在它非常轻巧的一个体积里面，可以轻易的放到我们的衬衫口袋或裤子的口袋，携带非常的方便。可是呢，它又同时搭载了一个超广角24厘米的一个镜头，所以当你要做自拍的时候，还有自拍萤幕取景非常的广，所以自拍非常的方便。那不止自拍方便，它还搭载了一个超级望远的镜头，大概来到30倍左右，所以等效焦长大概是24到720mm 这么的远，所以不论是广角端、望远端，全部都涵盖在这个小小的机身里面。所以被称为一台旅游机，携带方便，非常轻巧，但是功能却非常的完整强大，包括了它也有 M 模式，所以你可以手动光圈快门。那在录影的部分，它还可以达到 4K 的录影，然后照相1820万画素。那就让我们去做一个实拍吧。今天我们要参加的活动是在嘉南药理大学体育馆所举办的府城议长杯的一个篮球赛，去跟着高中生们一起热血吧。
对，下去休息。他会看到我们啦，我们开始对面。看完试拍影片之后，大家应该不难察觉，它的对焦速度、变焦速度算是非常的快，然后防守正能力也还可以。怎么说还可以呢？因为我是在没有使用脚架，而且是在室内体育馆，光线不是非常足够的情况下，在看台区往球场下面拍，而且是经过一个球场去拍第二个球场，距离有点远，所以几乎都是拉到20倍以上到25倍左右的一个距离在做拍摄。那这样的情形呈现出来的影片效果，它的光线都还表现得算是蛮理想的。所以以这样一台轻巧的机型，售价大概在13000不到的一个价钱里面，它的表现确实是可圈可点。如果需要一台随身携带方便轻巧但是功能又蛮好的可以自拍的广角，然后望远的一个远镜头长镜头的话，这是一个蛮值得各位考虑的一个相机，在此推荐给您，谢谢。